我叫戚珊珊，大山的山，一名建筑师。建筑和自然有连通，建筑和人的内心有连通，然后建筑可以把人的内心和景观联系在一起，建筑它都达到它的目的，它也可以消失了，那我建筑师也可以消失了。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我要把人带到哪儿，人留下来，人可以通过这个载体去反思，或者去观察吧，可能不需要思考，你就待在那儿，就待着，就存在嘛，他就安安静静在那儿，他就像把椅子，你坐在椅子上面，你是看不到椅子的，但是椅子可以稳稳地把你 hold 住，你可以很安静地去看你想看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椅子是消失的，然后我就是坐这把椅子的工匠，就这么简单。自然建筑还有我们的文化，还有我们对于存在的定义啊，我觉得是这些层面上的一个理解。建筑和人一样，它可以更新替代啊，然后建筑师是可以消失的，人也是可以消失的啊。我觉得建筑它没有那么功利啊，反而是它如果能够永存，它不是因为它站在那儿不动而永存，永存是应该是通过人的记忆啊。它为什么可以永垂不朽？它是通过人一代代人的记忆，或者它已经活在神话里了。那其实建筑它本身也是这样啊，它可以消失，但是它给人带来的是那段经历，那个回忆。可能我的个性会比较洒脱一点，比较坚毅啊。那我的建筑的话，可能别人看到的话也是有这两个感觉在的，因为我关注的东西刚刚说了，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艺术作品，我每天要去摸它，抚摸它，把它打理得特别好，让人碰都不能碰，而是一个大家都能用它的东西啊，而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去照顾它的东西，就相当于我赋予它我的一些思考，我把我的声音通过它传递给大家，但是我同时我也让所有的人通过它去传达声音。可能别人住到这个建筑里来，他看到冰川，他可以回去跟大家说啊，我在那边，我是怎样的体验，我是怎样的感受，啊，我看到了，你们也来吧，啊，我觉得这样更加有意义，更有趣。我作为建筑师，此刻吧，最重要的要去反驳的一个事情。所有的在城市化发展的时候，它越来越雷同啊，人们都住在一间间的房子里面。你要去哪间房间，是告诉你在第几层、第几号房，外面还有铁窗、铁笼子，这个小格子不就跟监狱一样吗？现在的就是大城市里过街像过海，都不敢把自己小孩在街巷里玩耍了啊，一下去就感觉都有安全隐患。而我们小时候是在小街小巷小弄堂里，我们以前没有玩具的，那个小巷子就是我们的玩具，我们可以在那儿玩上好多好多年，因为它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，而是自下而上的生长啊，有很多的角落，那有很多的院子都是串在一起的啊，所以这种才是非常丰富的空间。包括在江南，我们说小桥流水人家，它都是非常灵动的三维关系，这些都是建筑尺度，也是城市尺度啊，它能够调动我们所有的动作。但是你到现在的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楼房里，你就不会看到楼梯你想往上跑啊，你就会很拖沓，都不想上楼，因为这个没有空间感，这个空间感没有给予赋予你这种动作的能量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从来没有被这样子的死板僵硬的楼房所刺激，那么我们对于它的理解也就是非常麻木的啊。但是如果说这个建筑很灵动，有小桥，有流水，有很有意思的小街小巷，有个窗，有个门，你自然而然人就会觉得非常有趣，很开心啊。然后人就会创造出更有意思的，哎，我们在这捉迷藏吧，玩游戏吧，它不需要物件，他就是跟空间在玩啊，这就是最有意思的跟空间的关系。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就丧失了。其实我真正和自然的感受是杭州的西湖啊，我是杭州西湖边长大的啊，每天早上都会去爬宝树山。那爬宝树山的时候，我是觉得所有的石头，大石头都是很灵动的。宝树山上面它有两个巨石，然后它是夹成一线天，然后每次
我都很期盼的去爬这道一线天吧，因为上面会有人下来啊，我可能要像壁虎一样贴着上面走，我就觉得这不就是建筑吗？其实如果说两颗石头能让你产生不同的肢体动作、肢体语言，那其实建筑也可以啊，建筑也可以很灵动，它不需要是像水泥森林那样非常的死板啊，所以这是我平时每天接触到的自然山水。然后当我是真的是几身而过这个一线天的时候，我看到的就是整一个西湖。那其实真正在我眼里，它就是我眼中的香巴拉。所以我真正心里的香巴拉，不一定是在西藏，其实就是在我家旁边的西湖啊，在那个山上看这个水，以小见大，以大见小，它一直在相互的切换啊。因为你说人可以是巨大的，因为它可以笼罩着所有的记忆。你的脑子里有千万个世界，那人不是很大吗？但是人可能又是整个千万个世界中的一小点的人，他又是很渺小的。那其实跟建筑和自然关系是一样的，它在巨大的自然里面，如果按照体量来说，建筑是非常小的。但是你人如果走入到建筑，然后透过建筑那个窗，能够看到无穷大的世界的时候，那这个建筑又是无穷大，啊，所以其实就是这样，进进出出。我觉得在建筑里面，它就是进进出出，跌宕起伏。建筑与山体、与自然、与水域，它都是相连的啊，因为建筑是可以在水的倒影里。建筑也可以是在山的这个千里画卷里，但其实我还是比较抵触"设计"这两个字的，因为设计我就觉得非常的人工啊，它的目的不一定是非常自然的那个目的，所以说设计出来的可能就叫景观设计，可能叫建筑设计、室内设计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景观设计它不是自然啊，它不是自然而然而生的啊，它可能是更大型的一个规划。可能是它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成的，而对于我来说，真正的自然而然，它就不是设计，它是建筑是长出来的，是人本身这个行为带动的，是它就在那儿。比方说你这有个椅子，哎，我过来就坐下来了，我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，那它就应该在那儿，而不是说，哎，我必须要在这里摆一个造型啊，那其实是很僵的一个画面，或者说那个画面里面可能都不需要人的存在了。完整版新知视频，请至一刻 Talks APP 观看。